你给我的手机，然后我跟他们讲妹妹来了，那你才准备才进来吧，其实。你因为你要跟员工讲，就是有外卖啊。这个没有。哇，很好看哎。他可以啊，我这个手机是在卡的，你不明白的，你会说你不明白他在卡什么，很 stupid 我这手机。OK， 我现在要做就是先分享。我微信先不要跳先，一直是我微信跳跳跳跳跳屁股。快，我跟你讲，真的是跳得快来硬子。你们想要看妹妹吗，各位？我今天特地来到我妹妹的家，我妹妹的工作室。然后原本答应你们就是要给你们看妹妹，所以今天有安排到。你们想看吗？想看的话，帅哥加一。我现在有直播的 flow 换了，看到这样子很 chill， 想看吗？来各位，想不想看妹妹？我跟你们讲，今晚妹妹很给力哦，很给力。想要看男神，没有男神，今晚都是女神。今晚有两大女神，直播开始咯。很，来欢迎我妹妹，我妹代替我跟你们聊天先。OK， 我给你们一点时间跟妹妹 Q&A 时间，好不好？看到那些不喜欢的，你可以这武士，然后屌他干他，还是都可以。OK， 直接跟他气到完。OK， 如果你觉得 OK 的话，你就可以跟我们聊天一下。OK， OK， 现在给你们一点聊天时间啦。这个是我把你们争取到啦，我跟你们讲，全马来西亚的大主播都好，都没有人可以邀请了到我妹妹，除了马来西亚。萱萱才邀请得到，好，在线600人，来，我们欢迎我的妹妹。Hello， 大家。OK， 大家好，我是 OK， 妹妹哦，她排血哦，是很正常的。OK， 今天有两个漂亮的小姐姐，所以各位，我给你们一点点时间，你们可以要问不问都可以，然后你们要称赞不称赞都可以，但是不可以辱骂，辱骂我就不行啊。这个是我特地为了大家争取到一个机会。OK， 你们想要问什么问题？OK， 我有跟妹妹讲，今天不用一直待在镜头给你们养眼的。OK， 不用一直，所以你们且看且珍惜。OK， 好不好？你们好呀，晚上好，直播开始咯。OK， 各位，今天晚上有点大声。OK， 各位，哇，我跟你讲，我直播间很难上800人，最近你来了就上800人了。OK， 你们觉得 OK 吗？你们觉得 OK 吗？漂亮对不对？萱萱的妹妹是没有在差的。是真的没有在差，太厉害了，对不对？各位要不要分享就看你们俩啦。多多分享，家人们多多分享。OK， 分享起来呀，妹妹在你们分享起来呀。我那时候我是不是跟你们讲过，我妹就是那种很纯欲的，但是我就是那种很泼辣的，是复印出来的吗？我们把1000人冲一冲，大家可以。我们是复印出来的吗，妹妹？复印出来的。我们是复印出来的，对，我们是复印出来的。我们往1000人冲一冲，大家1000人冲一冲，大家多多分享，加油加油！分享是，我的声音怎么不可以？这么这样傻？我先喝水，锅里。我先喝水来。你喝点水。OK， 今天晚上是不是给你们的福利很爽？是不是很爽？这样是不是要做公开分享？如果口罩。如果你们没有帮我做公开分享，我下次就很少嫁出来了啦，我就很少嫁出来了。OK， 不错，肯定 ，of course， 亲妹妹，对，亲妹妹，我是著名的舞蹈主播娜娜，你们好，著名的哦，我要戴口罩，幸好怕我把我的生病传染给我啊，看过他的直播，宝贝，你在哪里看过他的直播？
妹妹刚刚有跟我讲 ，OK， 今晚要跳舞嘛，宝贝。妹妹哎，只是她展现了50%，上面50%，下面50%没有展现。如果她上面展示了，下面展示的话，不可以一千人不可以脱口罩，一千人这么轻易的东西，这么容易的东西，这么容易达到的东西，1500人脱口罩，不可以2000人，两千人才脱口罩。娜娜、萱萱，那要怎么选？好土，好就我们两个人一起就有尴尬的那种感觉在飘游，太土。我想哎，我们冲2000，然后我们要跳舞，加油，脱口罩，2000人忙跳舞，然后脱口罩。我没有 pose 脱口罩嘞，屌完蛋了！分享，我们点多多分享。Holy shit！ 我家没有 cross post out， 很像去一个平台在开播吧？哎，重开，我又不舍得。后哦，有在直播。嗨，宝贝们！哎，那个讲假的宝贝，讲假的，请你出去好不好？我跟你们讲啊，我今天啊，以往我半夜开播都没有客服在线的，今天晚上是有客服在线。如果我看到一些不是很开心的评论啊，我会直接把你 block 掉，你直接没有机会看直播啊，明白吗 ？OK， 所以你们自己就是。板带，明白吗 ？OK， 在直播，在抖音看过。有画嘉年华吗？可不可以刷一个嘉年华给妹妹？可以吗，各位 ？Queen 卡可以，我可以跳 Queen 卡，我讲不到 Queen 卡。他讲什么？Queen 卡，那个要讲跳 ，OK， 我们可以叫妹妹教我们教我讲跳舞。其实我可以叫妹妹教我讲跳舞，讲跳其实 OK， 你跳没跳？你讲。OK， 我不会，还是没有办法，孩子，还是学不来一点。来，各位，分享啊！认真，不是我讲是业绩弱。家人们，没有700人，你们真的不给力，家人们。什么星座？我是金牛座。疯狂分享中，留在直播间，你们不要出去，我们700人就跳舞啦。OK。700人跳舞，你们分享吗？哥，快点吧，快点分。OK， 来我跳。妹妹教我跳。教我。现在也叫咪。OK， 要咪。你哦咪啊，然后咪啊，像仰视好吗？这样仰视，然后摸你的脖子，摸的脖子，然后手放在你的胸前，慢慢摸下来，然后配合一下你的胯，我的胯，对，胯要摇，摇，你可以摇屁股，个屁股，可以摇胸部，摇胸部，啊，手往上下个摸，往上，手往下个摸，手往上摸，还有往下摸下去。摸下去，手拿上来，摸你的手，摸你的肩膀，one hand， 摸你的肩膀 ，one hand 摸，摸到你的下巴，我的下巴，一个手摸，摸跟摸下巴，再摸你的头发，哎呦，然后再从你的内内摸下去，从我的内内个啵，今天什么课？来，就我的眼镜，够不着。就今天我们的这个科目叫做 Harry Raya 的大活动，一个摸 OK， 什么没讲？先摸脸。我操！给你表演700人了，有请我们娜娜的时间。噔！我操！呜呼，直接像拜神，亲眼跟我说拜，我操，各位，咖喱给给的各位，今天这个晚上，相信大家也是一个快乐的夜晚。Oh my god， 分享到新马秀现场可以吗？各位 ，Oh my god， 幸好你戴口罩啊，不然他们应该不行啊。萱萱，拜他，喂，是真的烦了，还是你厉害，宝贝。Oh my god! Oh
不要只是看啊，分享啊，你们分享啊，宝贝，你讲掉我这个超凡，分享，分享，分享，分分享，学起来，学起来，学起来，不要只是看，等一下我看哦，你们没有做公开分享哦，这个舞就是最后一支舞了，知道吗？我觉得我在讲啊，他们人数一掉，他们讲满级蛋糕。很潮，这边很潮。OK。Got it, get, get. Oh my god, so hot, baby. What's up? What's up? What's up? 我跟你们讲啊，你们没有分享啊，真的，你们就是大罪过。是的，没错。OK。我们来，我跟你讲，今天重点来了。你们两个很像脸，我们两个像脸呢，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。因为摆我们 logic 来讲，以我们的 DNA 来讲，以我们是一个双胞胎来讲，我们像是很正常一件事情。好，给你们看一下。哎呀，他有在，阿杰有在，没有阿杰有在。你要想 ，OK， 不可以，不可以给你们看，因为今天你们没有乖乖把人数破两千人，所以真的要等到他们有一天了，我跟你直播，他们真的乖乖破到人数，我们才给他们看。你们这样的，真的，你们应该给力点力，要给力。我们在哪里？我们在家，我们妹的工作室，漂亮的工作室。我妹的工作室是怎么专业？她妹妹 IG 是什么？我的 IG 是不要问，不要问，家人不要问。我们是双胞胎吗？我们是，我们不是双胞胎，我们是那个她跟我们妈是好朋友。其实故事是这样，我们不是双胞胎，是不是？你的妈妈跟我的妈妈是好朋友，刚好她妈妈跟我妈都同名。刚好他妈妈跟我妈又 同年同月同日生，所以他妈妈跟我妈变成好朋友，然后我们是妈妈是好朋友，所以我们才认识的一个，然后一起长大哦。对，然后就是一起常经常上厕所啊，一起被老师打，一起 bonding 啊，一起被妈妈打，这样一起被赶出来，这样子过我们感情就变得很好嘛，经历很多嘛，就变成姐妹哦。这个姐妹是不是不是学业上了，是我们自己口头上了。对，你们爱妹 IG， 要妹 IG 哦。今天晚上的这个性质已经不一样了。今天晚上是可能你要消费一个三件以上就可以拿到妹的 IG。对，妹妹除了做主，还有妹妹还有做主播吗？妹妹其实现在是吧？有还是有做，只是看情况，看情况，就是要看她有没有这个母胎。所以两个同岁，其实我是大我妹妹耶，大概一个九个月的时间，所以是同岁，但是还是有相差的，其实蛮像，很可爱。妹妹干要喝酒的事情，妹经常帮姐顶酒，可以这样讲吗？是，对。我妹这样，你不可以喝是吗？你回家啦，每次叫你出来哦，不会喝的嘞，哈，很下水嘞你。然后我们有一次跑酒，我跟她一起去喝酒，跟她朋友还有我一起去喝酒，我跑酒把那酒倒掉给她朋友看到，她说那你看姐姐跑酒，我妹讲，说你要跑酒，每次出来不要喝酒哦，是不是？我是那种比较。垃圾的那种，但是我妹妹是真的，只要叫她真的喝的时候，她可以醉，但是她不可以，这种不下水哈。没有看他们的，差不多是这样吧。妹妹的睫毛介绍，这睫毛，妹睫毛很美。这睫毛好像是什么兔系睫毛，单处兔系睫毛，什么 brand 都一样的，是兔系睫毛。我跟我妹同学，不同年。可能这的话可以去问一下那个工厂，是工业工厂。我觉得这个东西一出来也是，所以不是真双，没有啦。我刚才是当然是大炮，我们是真双胞胎，只是哦，我们的脸不是很像。OK， 你们看啊，我妹头就是这样，我头有这样。OK， 妈，你把头发放下来，你不要这样子，你不要丑化自己。我觉得是很漂亮哦，受不了。我觉得比我美很多，好不好？OK， 我们论头，论头是真的头，我真的头比较大，这东西是事实啊，对吗？我头真的比较大，随便啊，真的，我们是整双，我们是整双。你觉得脸比较小？我觉得我的脸比较大。我的脸大是因为我的美会更加凸显。妹穿酒，妹妹可以穿无数的酒，穿无数的酒。这个板块是真的有自信啊。